给他一张白眼体验卡，他能追着抖松看，让他搓个莲子，大陆都得抖三抖。他就是斗气大陆第一侥幸哥萧炎萧大少，就连神清气爽的海东东都表示，在他的莲子面前，冰龙不过是条虫。此时，当事人云林坐不住了，我不过就是打了他的家人，他就用火莲对我脸，那酸爽旁人无法理解。远在隔壁的唐三闻言道，要是我有这个，我就不用复活我的爱人，也不至于被世人嘲讽。美杜莎冷笑一声说，我不过就想画个星，他就让我生猴子。对此，近期要打巅峰赛的萧炎默不作声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侥幸罢了。因此，远在美国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发问道，真的有那么侥幸吗？对于麦克阿瑟这一提问，世人众说纷纭，欢迎探讨大型纪录片《侥幸哥的传奇人生》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